Hello。这当然是假的眼睛。我在想要不给自己打光了，这样好像也不难看。打光就看见痘痘，还是不打。好大一颗痘痘，我跟你们说。不打，一点点一点点，真的好大一颗痘痘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好大一颗痘痘。戴眼镜好看吗？我没贴痘痘贴，不能叫老婆。但这里又要长一颗痘痘了，这里谢谢的奶茶，我家就疯狂爆痘，真的，而且我刚还去吃了油炸，今天很漂亮，真的假的？我刚还去看个电影，吃了个夜宵，对，感觉妆掉差不多了，谢谢的红包。我觉得明天醒来这里又要爆痘了，真的。谢谢 QF 的拜年，谢谢你。而且我这里还长了个痘痘，这里真的，我回家长了好多痘痘，然后回去要拍，回去要拍三险。对，我带大家蹭一蹭我的那个 QQ 会员，对，止痘痘动嘴人做做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止不做做？对，上面可以刘海挡住，但这里挡不住，这里超大一颗痘痘，很好笑，真的，真的，这里很硬的那种痘痘，这里也是，这只是还没爆出来，太惨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接刘海，就这刘海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，我真是无语了。对，戴眼镜可爱。什么变态要求，怎么老爱看人家的痘痘，不许看。对，我头发都掉完了吧，天哪，而且你看，真的这不科学，你看这里这两根。我知道了，可能是我昨天就去外面洗的头，然后他给我吹成这样了。对，我重新洗个刘海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。我就是，你们不觉得我今天头发有点潦草吗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对，这都晕了，我晕。刘海缺角不是，你没懂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，就是我正常的刘海发量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里一边这种密集的是我的刘海发量，你说中间这几根是什么东西？真的，这中间这几根你说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很像就是不是一家人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空气刘海，对，这里就空气刘海，这边就是铁刘海的感觉，剃掉，说剃就剃，不知道，就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你说他叛逆吧，也挺叛逆的，确实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还是我用水打湿了一下稍微好一点。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这里全是空气刘海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。我说我的刘海去哪了，一个晚上就离家出走了。不是啊，真的很离谱，大家真的一个晚上就给我离家出走了，有点，对吧，有点就是不可思议，是吧？对，这纯纯无语，真的。不知道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谢谢的虎娃娃。今天真的不是，这空气刘海没有什么意见，我就是觉得
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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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这两根，这几根就不像我的刘海一样。对，真的就定型喷雾都定不住，你看，就他们非常的脆弱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不，你们看我上一次直播都是很厚的刘海。对，这种装装的，没有喷很多发胶，不知道呀，好奇怪。我也觉得，等我洗一下刘海应该就好了。等我要洗刘海，因为明天也要化妆。明天就是，哦，跟你们说，明天很可怕。明天是爷爷过生日，好，我都能想象到，就是一群亲戚看着我。大明星，大明星回来了，嗯，哇，好可怕！明天比今天还可怕。哦，对，爷爷明天70岁了，嗯，不用表演才艺，但是他们会调侃你几句。对，搞得我要陪笑脸，嗯，知道吧？对，想象了一下，拍抖音啊！救命！你知道吗，今天我跟小法去玩，然后就去看电影嘛，然后他带他妹妹来了，嗯，他妹妹见到我就是姐姐姐姐，我可以，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救救救救我救救我，真的。对，他突然对他姐姐说，他说完了姐姐，我没有带纸跟笔怎么办啊，发现姐姐不能给我签名了。真是有点对。然后小法就偷偷跟我说，他说他出门之前就是就说要跟你合影，要跟你签名。我晕了，这眼睛好看了，真的。哎，反正就是就要签名似的。然后我就跟小法开玩笑说，我说你跟你妹妹说，就是我们就是签名要钱的，签名合影要钱的。对，那才不会啊，我不给他们签名，我晕了。怎么才能让你的姐姐成为我的闺蜜呢？嗯，你好像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就是嫁到小法他们家去。但是这样不行哈，小法要嫁本地人。笑死。对，或者让姐姐进团啊。嗯，对，把妹妹抵押给我。嗯，不行。不行的，你已经不行了，就是除非你在就是我们这里买房子才行。对。小法是一个就非常传统的一个女孩子，对，还想嫁本地人。笑死。劝你妹妹进团也可以，是的，嗯。现在开始努力，笑死。没有看不起外地人，他就是觉得就是以后远嫁很可怜。对，他觉得没有看不起外地人。哎呦，你们看这刘海，真的马上就散掉了。哎，不用，就是几步路走，风吹就散掉了。啊，好丑啊！现在，等等我救救他。然后今天我不是就是我带了化妆包去化妆了吗？对，因为我就是不相信影楼的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化妆比较适合自己啊。结果真的我在那化妆，然后就今天还有一个妹妹，对，今天还有一个妹妹，就是也就是反正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她
堂妹还是表妹，也就是反正我们一大家子拍全家福，反正九个人，然后她在我旁边化妆，对，然后我刚打完底，那个影楼的人就给她化完了，对，嗯，我刚打完底，影楼的人就给她化完妆了，嗯。你说就是多就是很就感觉很快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影楼的人给我化妆，估计黑眼圈都遮不住吧。嗯，然后我就说，对，不是敷衍，就是他们就是化个就是那种化那种统一的妆一样的，对，然后就很快化的。然后我就在那自己化，对，是啊。然后他就那个就是那化妆镜就两个大化妆镜嘛，然后我就坐在一个化妆镜那化，对，刷墙那也不至于。反正就是很公式的那种化妆，对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在那很画画画画，就我刚画的时候真的没什么人搭理我，对，在那画，然后就有别的可能就是哇，今天在影楼拍那种照的人真的很多，对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然后他们从我旁边经过说，哎，可以自己化妆的，然后那边的就化妆师就说啊，可以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自己画也可以自己画，然后我自己画，等我快画完的时候。那个化妆小姐姐就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哇，你好可爱啊！”然后我就也没，就是我就非常害羞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说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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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就我说可以给我做头发，她说可以啊。她说做什么头发呢？然后我就说就是做一个那种就是双丸子吧。对，我就给她看我的照片。那肯定就做什么发型，我得给她看看照片是吧？对，哦，也看我的照片。不是妈妈的妆是那个化妆师化的。然后我就给他看我的照片，就是公演后台的那种照片，就是双丸子的那种。然后他说好，对，但他一开始给我扎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就是他给我扎到这里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个球球在这里，我说不要，我说在这里，我说不要扎这里的，这里的看起来太，你们懂吧？就是太小学生了，我说我要扎这里的，虽然没什么区别啊，对。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他给我扎完的时候，就是你们知道。扎丸子不是要就先扎两个双马尾吗？对，哪有起骨相的，还就我好看一点。对，扎在下面，对，先扎两个双马尾，低着双马尾，嗯，天线的虎娃娃。然后扎完之后，就扎完双马尾之后，他就马上夸了我，他说你好可爱，我觉得你好适合呀。我晕，对，你好可爱，你好适合，救命啊！对，然后就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。他中途不知道夸了我多少次可爱，然后扎完了也说哇好可爱啊。然后我奶奶就在后面说。就是你现在像一个小娃娃一样，对，就先扎了第一双，然后再扎的那个丸子，对。对，然后穿挑衣服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一般来说他那个全家福的衣服就是一套的，就是一系列的衣服嘛，他只有六，最多只有六件，对啊，他们那里最多只有六件，然后我们有九个人，然后他就说找两，就是两个系列的衣服给我们穿，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家就是都不太瘦，对，就只有我跟妹妹还有，对，只有我们两个比较瘦，对，只有我跟妹妹比较瘦，然后就在那里挑衣服嘛，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两件，因为就是这次拍的是那种中式的全家福，就是。你们知道中式是什么？就是女孩子穿旗袍，男孩子穿西装，我也不太懂。对，反正女孩子穿旗袍，男孩子穿西装，我也不太喜欢穿旗袍。然后他都是，你们知道旗袍是什么样子吗？旗袍都是那种就是这里非常贴身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喜欢那种，对，非常贴身，然后这里又有个洞的那种，不喜欢这种旗袍，对，救命啊！然后他就说你穿那种嘛，然后就给我们拿两件那种比较素的旗袍，他说你们小孩子穿这种嘛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想穿那种西式一点的，比如说小礼服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小礼服吊带裙的那种，对，结果这次拍的是中式的那种，然后就在那想嘛，然后结果。就挑来挑去，发现有一件是这样子，就是它是那种，里面是吊带裙，然后上面是一个那种大领子，对，就是下面是个 A 字裙，你知道，它是那种现代化的那种旗袍，不是那种传统旗袍，对，它就是那种，这里是一个 A 字裙，然后这边是那种一个小领子，很可爱的，然后就到这里，就是有点像那种小斗篷一样那种东西，然后但是这是童装，对，然后之后我姑姑就说，她说要不你穿这个吧，她这个看起来好可爱啊，对，然后我就是那种
带着一丝丝的不情愿，就是一丝丝的那种就不情愿跟那种就那种，但是有又有一丝丝的那种庆幸感觉没有就是贴身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这种哎不要不要不要，但心里又是我一定要穿这件，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说我怎么穿童装呢，他说没关系你这么瘦肯定穿得下，然后我就真的是穿了，真的很大，那个童装真的很大，对，是笑死，对，就是那种就是我总不能就是感觉给我穿童装我要很开心吧，对啊，我不能很开心吧，对吧，我不能那种好好好我一定要穿童装，我没有这种想法，我应该就是那种不不不我不穿童装，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，那我就只能穿这种了，就这样子的你知道吗，对，然后我就穿了这个，正好跟那个发型又比较合适，对，不是真的不是所有不要的时候都是这样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，真不是，是实在没办法，这个眼镜还不错，还挺好看的，好多人夸，然后就穿了嘛，然后穿了之后就是确实蛮合适的，对，就是今天那个封面丸子头，哎呀不是这样，大家别误会我，但是我跟你们说很烦的，其实就是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家大人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家大人是这样，就讲不出什么好话来你知道吗，对啊，就比如说今天化妆，就是我在那很慢的化嘛，但我其实已经很快了，我半个小时化完了，然后但是那个就化妆师实在太快了，15分钟一个15分钟一个，给妹妹化完，给就是给妹妹化完，然后就给奶奶化，给奶奶化完就给妈妈化，就是化特别快啊，浅浅的红包，对，然后对就疯狂吐槽，对，就是我在化妆的时候我爷爷先过来看，对，他真的嘿嘿，对，就这样的，就是那种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也不讲话，我也不想理他，就是嘿嘿嘿嘿，就这样子在你旁边靠得很近，这样嘿嘿嘿嘿，这样子，真的，对，今天我爷爷就这样的，我就不想理他，我就知道他嘴里肯定没什么好话，我继续画画画，对，因为他第一次见我化妆嘛，画画画，对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对，然后后面我爸也在后面盯了我很久，说就是那种盯着盯着就开始，你这个粉底液太白了，你这脸怎么这么白啊，我不想说，对，真的就直男你知道吗，对，无语了，贴心的虎娃娃，对，这样的，然后我奶奶就要附和我爸几句，说对啊琪琪你这个粉底真的太白了，你看这个脸这个惨白的哟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对，我就不想理他们，我就继续画，对，然后灯画完了，对，灯画完了，就是那种我画完之后，就是那个影楼的化妆姐姐都在说我画的好看的时候，我妈来一句，我妈在旁边盯了我很久，这样我说好了你别说，我说我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，她说不是我说你这个真的妆太浓了，我真的很无语，是，对啊，就是一家人都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明明对吧，大家都肉眼可见的好看，就说不出来一句好看，是的啊，气死我了，真的就很生气啊，就是明明大家都觉得好看，但是就是不会说你好看，就是会说各种就那种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对，不是傲娇，真的不是傲娇，我觉得就是说不出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啊，今天我们家没有人说我好看，真的只有那个妹妹说我好看，对，妹妹看着我都呆了，就是那个妹妹好像在上初中吧，对，我跟她不是很熟，她是我姑姑家那边的人，然后他看我看呆了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姑姑说哇姐姐好漂亮，就一直在说哇姐姐好漂亮，对，就这么说的，对，我弟也没说啥，对，就是妹妹一直在说姐姐好漂亮姐姐好漂亮，妹妹还小在念书呢，初中呢，对，然后今天就是也是后面就是换衣服了嘛，对，就换了一套那个西式一点的，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西式，就是我感觉很成熟你知道吗，就是它都是那种就没有很可爱的那种类型的，对，然后就是那种成熟的啊，我不是打了码吗，你们知道那衣服是怎么样吗，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哈，一开始就说要穿一个红色小礼服，然后那个化妆姐姐就说我知道你穿什么合适，你穿那个鱼尾的，就是那种
哎，怎么给你们形容？是这样子啊，上身都很正常，都是那种你们大概懂吧？他那个鱼尾的下身是那种就是，不知道，就是非常紧身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然后我说姐姐不要，我说那个太显身材了。他说你身材好啊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说不喜欢那种的，我说我就喜欢那种 A 字的，对，嗯，我真的不能接受那种，对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对，救命。啊屁啦，没有，他是觉得我瘦，对，他觉得我瘦穿那个好看，我说不行，对，嗯，我说不行，然后就穿了那个，但是那个穿上去其实也挺夸张的，他是这样子的，给你们形容一下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上面很正常啊，就是这样，露锁骨嘛，然后是那种泡泡袖，还挺可爱的，但是到这里他是这样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这是空的。妈妈，啊，这是空的，对，这边是红的，然后这边是空的，那种小礼服一样的那种东西，对，但是它是有一层就是那种布的，对，那种，还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对，所以我就是那张照片就是打了码，对，对，就是对，中间是空的，是那种这个 V 的，但是它不是没有布的，它是有布料的那种，对，对，所以我打码。真不是，我已经真不是，因为我当时拿到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这个上身是这样的，对，因为我拿到的时候它是那种摊着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，对，对，有层纱的那种，对，但是还好，他给我戴了个蝴蝶结，还挺可爱的，看起来，就突然很像那种抖音网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关系啊，就反正只是。全家福嘛，全家福拍得很快的啊，就大家站过去，然后咔咔咔这样。对，然后我确实马上换回自己的衣服，因为我要跟小闺蜜去看电影，很着急啊。对，拍了好久，4点过去拍到了8点。怎么可能是深闲，我都还没有回公司呢。如果是深闲的话，我会把衣服给你们看嘛。对啊，要罚钱的。9个人，对，工作结束。为什么 P 到一起好惨？不是日程好吗？是我以为6点就能排完了，对，我以为1-2个小时就排得完，结果没有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对，挑衣服久不是？你说谁胖了？你说你胖了吗？过年少吃点。不是挑衣服久，是等着久。对，就是大家都好，但是在那等着啊，因为他那个摄影师就一直在忙。对。就是有很多人拍照，很多人在拍照，没有啊，拍完就走了，想不到吧，拍完就走了，而且他拍照不是那种就是咔咔咔的那种拍，是那种就是。我感觉他一共也就按了几次快门那种感觉，对，就那种拍了3张，可以换人，就这样子，这样的。我倒想看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被给的看，对，可能如果就是不着急看电影的话，应该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吧。没关系，反正是全家福，这个也不发出去的。但是可能会公开处刑以后，对，听我爸妈的意思是要把它打印出来贴在我们家客厅，救命，不好看，肯定不好看。
我晕，谁把自己全家福发微博啊？我晕了，全家出道是吧？微博首秀。我今天发就是我跟我妈的合照，我都想了很久，对，想了很久，就是也不是说就是不能发，就是觉得算了，就发一半吧，然后就把我妈就是下班照片挡住了，对，眼睛确实有点像哈。我妈确实就是年纪也不是很大，也不是说过吧，她是80年的啊、嗯。我哪里像爸爸，就是都像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都有一点点像他们两个。对，最近我在那就是弄卷发的时候，就弄那个穿红裙子的时候，对。然后那个化妆姐姐就我妈在旁边看着我，然后化妆姐姐就说，她说就对我妈说。哎，你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女儿？我晕，就是我妈那种带着一丝嫌弃，但是又看出来她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反正讲不出什么好话，还是那句话，对，讲不出什么好话，对。我妈说，我妈说没有了，她长得不像我，她长得像她爸爸。我晕，她就是不肯就是接受别人的赞美，对。是，真的不是傲娇，就是他们那种传统的那种，就是没办法接受别人的赞美，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讲一点什么难听的话出来，对，烦死。我弟看上去不小，他今天拍全家福的时候超搞笑，那个摄影师说，他说那个就是因为他叫我爷爷奶奶是叫什么叫叔叔阿姨吧，好像是，然后叫我爸爸妈妈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就是爸爸过去点，对，妈妈过去点，然后叫我的时候就是哎，就是那个哥哥靠着妹妹一点，我整个人然后这我妈强调了说没有没有，是姐姐，对，我弟暗爽，我看到他就是上扬了嘴角，对。我弟可喜欢别人说他是哥哥了，对，嗯，是啊，我弟暗爽，对，嘴角就是上扬了那么一下，对，他可喜欢了他，我无所谓啊，真的。为什么放不出来了？我就是无所谓，反正我跟我弟就是差不多的，对，那也不能他当哥哥，毕竟还是我先从我妈肚子里出来的，对，这还就是没办法，对。没，他不叫我姐姐，他就直接叫名字，对，很少叫我姐姐，嗯，小时候也是很少叫我姐姐。你能不能不要一卡一卡的，能不能好好唱歌，气死我了。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年纪就是相差的太小了，还有我弟真的很搞笑，因为有一次我当他的面给他发消息，然后他说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，我就不给他看，那你给我看一下吧，啊，我就给他看了，呵呵，他就很在意我给他备注什么，没有，我就给他备注两个字啊，弟弟，不然呢，我给他备注弟弟啊，对，然后他看完之后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失落的感觉，我说那你，我想我给你备注什么，对，嗯，弟弟，笑死，弟，
什么最爱的弟弟，救命。然后他很搞笑，他知道吧，他用的那个头像就是你们懂吧，一般来说男生头像不会那么的可爱的，他用要是用可爱的头像，然后又是只有一边的话，那肯定是情侣头像。对，今天就是看完电影，他不是去接我嘛，然后啊，我跟他还有就是小法，还有小法的妹妹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吃夜宵，然后小法的妹妹就跟我弟说哥哥你有女朋友了吗？笑死。然后我弟说你猜，然后我说，然后小法就说那你说你猜，那肯定就是有了。然后我就看我弟在那回微信，就是他女朋友那个就是另一半的情侣头像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男生呢、啊、一般用这种可爱的头像就是有女朋友了，多半是。对，嗯，特别是那种有一半的那种，对，一半的那种，对，看起来真的很像情侣头像。我一开始看我弟换的头像，我就觉得有点像情侣头像，结果今天瞄到了他的微信那里，就是有个对话框，对，是另就是有点像头像，就情侣头像，不是置顶就是在聊天。对，不是，我是说那种像情侣头像头像，不是可爱头像的意思，就是像情侣头像头像，你们懂吗？哎呀，好难跟你们解释那种头像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可能还有另外一半的那种。对，哦，一看就知道是情侣头像那种头像，懂，然后又有一点可爱的。对，男生突然用这个，那肯定就是有女朋友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我又没八卦他，我都已经瞄到了还用八卦就他肯定有呗。对，就是一张图片什么分两张一人一半那种也像。嗯，假装有还能假装有，你跟你的兄弟会用情侣头像吗？啊、嗯、我不好奇啊，他就是他有一次在朋友圈发过的，对，发过他女朋友照片好像，就是我不太记得，当然是女生，我用，我记得他发过，但是我真不记得长什么样了啊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嗯，问的多尴尬。我就是跟他说，我说你明天带回来吧，笑死。你知道我弟回我什么吧？我说你明天把女朋友带回来吧。然后我弟说，我怕带回来你在家地位不保。我说才不会呢。对，我弟居然讲这话，对。有个屁道理，那肯定还是我的地位第一的好吗？对，怎么就地位不保？什么敲打一下我晕，敲你哦。他女朋友要叫我叫什么？叫姐姐是吗？我天哪！小姑，我不为难人呢。对，就是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不要抢我的地位就好了，不是？不要抢我的家庭地位，不是？笑死！怎么就变成大姑了？不担心，不担心，开玩笑的，不担心。我妈肯定还是很爱我，对。啊、嗯！不要大姑，不要大姑，不想当大姑。对啊，他儿子叫我姑姑吧？对啊，什么大姑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弟以后的小孩才会叫我姑姑啊？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啊，他的小孩才叫我姑姑。你们是小时候咬牙鸡做少了是不是？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啊？对啊，他的孩子才叫我姑姑。对啊，他的女朋友是叫我姐姐。对，而且我们家
而且我弟弟没有，就是大姐跟小姐，他没有大姐姐跟小姐姐，只有我一个姐姐，那所以就是叫姐姐啊，对啊。如果我弟有大姐姐还有二姐姐的话，那就对吧？他女朋友比我大，那也得叫我姐姐，这是辈分问题。对，快的话我就长一倍了，应该没有那么快吧？嗯。希望我弟不要搞这种啊，不要这样哈，最好还是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来哈，不要这么快，不行。对呀，这是辈分问题。对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这是辈分问题。比如，如果我弟他的女朋友跟我妈一样大呢，那他还是得叫我妈妈叫。妈妈的呀，不然的话她跟我妈姐妹相称吗？对吧，就很奇怪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、她跟我妈她的女朋友如果跟我妈妈一样大的话，那也得叫我姐姐，不是一样吗？对呀、啊、这是辈分问题。对呀、啊、这是辈分问题啊、哦、我就举个例子，对，举个例子，对，哎呦，怕你们不了解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夸张一点的例子。我弟有福气啊！在说什么？我弟00，他找女朋友80啊，好吓人！就20岁的差距，我觉得10岁就是最多了，真的，20岁有点夸张了，真的。20岁就是，我妈以后怎么跟她儿媳妇相处呢？姐妹相处吗？很奇怪，对，没有，我举个例子是的。阿姨不想努力了，我也不好吧。不过确实一切皆有可能，对，如果真的有的话还是尊重，对，如果就是抵抗住了这些世俗的压力还要在一起的话，那就真爱了，对，尊重祝福，对，看弟弟挺好的，笑死我弟听到拳头都要硬了。是亲生姐姐，真的、嗯、我没有操心她，真的，对，我是很通情达理的人，是的，嗯，你哥读大学的时候他女朋友已经读博了，那确实相差还有挺多的，7-8岁吧，4年，研究生2年嘛，6岁，起码6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很认真的在算，笑死。不在意啊，我现在对什么都不在意，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对，不要套话，笑死，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哟，嗯，对，我是很在意你们，就是这种，对，在帮你们愁呢，是的，嗯，愁啊，对，说啥呢你在？今天看电影，看了个那个叫什么啊，《七血四勇的锦鲤》，谢谢你。今天看了个叫什么《奇迹笨小孩》，对，就是那个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还行，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剧情，就是讲哥哥为了，不是奇迹笨小孩，对，奇迹，对，对，哈林好可爱，
就是那种哥哥为了救妹妹，然后不能剧透是吧，就是哥哥为了救妹妹，然后要挣一笔手术费的钱，对，然后就中途遇到很多困难，然后最后成为了大老板的故事，对，蛮励志的，但是蛮不容易的，对，太难了，对，真的，就是如果就是很入戏的话，我说很入戏的话，就是看着真的觉得很痛苦，就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走投无路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好让人难过呀，对，当时看着就很难过，嗯，就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的时候，哭了呀，哭了，还蛮容易哭的，我觉得。就是没有，就是那种默默流泪的那种，怎么可能就是哭给他听啊，你们哪有那么大声音的。终于有一段就是哈林跟那个男主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互动的戏吧，就是那种就打打闹闹的那种，对，然后闹着闹着突然就是趴在胸口了，然后我就开玩笑说，我说不行，我说女友粉看不得这种东西，没有，就开玩笑的那种，对。然后之后那个小婉就笑，是的，嗯，就是真的，就是那种打斗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可能就是已经就是没办法单纯看那种打，就是那种打闹的戏了，是的，救命，对，真的，哈林女友粉笑死。没，我就是都一般般似的。对，哈林是以前看那个叫什么，嗯，有一个什么什么综艺来着，对，那时候哈林还很小的那个综艺，那个还挺好看的，对，带小孩的一个综艺，嗯，笑死。我昨天还在抖音上刷到了他，对，发现现在小孩好厉害啊，就是从小什么都学，对，而且哈林他英语很厉害，对，就是英语的口语很厉害，嗯，好厉害，现在小孩就是感觉什么都会，跳舞也会，然后还演戏，然后英语还很厉害，对。太卷了，好了，再放三首歌就关了哈。对，因为今天有会员了，所以就带你们蹭蹭那个 QQ 音乐的会员。夜宵，哇，上火套餐啊，真的卷。油炸，你们知道吗？上火套餐。我感觉明天早上起来，我这个肚子就要变这么大了，救命！降火的冰淇淋，哎，我也觉得我现在真的太上火了。你们说王老吉它能下火吗？我们家还有就是王老吉来的，我要把它喝掉。真的没吃吗？并不能，好吧，那算了。那怎么才能下火呢？我晕。嗯，好，我马上去灌一瓶水。绿豆汤，嗯，这里哪找到绿豆汤？冬天好像很少有人煮绿豆汤。喝开水。
你说我拍申请那天还能消吗？哎，说到这个申请，我也就是很疑惑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申请是那种就是十周年的申请，然后我不是上次在上海拍了那个什么十周年的那个 MV 吗？对，然后已经拍过申请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还要拍。对，如果我就是看到是一样的衣服的话，那是没有拍的必要了。对啊，上海那边已经拍过了。对，不知道广州这边是不是一套衣服。对，好像当时听说要寄来广州拍的。嗯，那个衣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有没有关注上海成员。我感觉上海成员好像发过了，它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吊带裙，然后下面是那种很长那种芭蕾舞裙。对，然后这边是非常紧身的那种。对，就是那种还挺好看的。但是就是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星梦剧院拍的，就是那个嘉兴路的舞台上，那个光打得很好看。对，不知道他们后面是不是在中心拍的。对，中心应该也能打出舞台上那种光嘛。对，反正就大概就那种嘛。对对，非常优雅。对，然后那次还让我们舞蹈师，我们舞蹈师学芭蕾的，然后在那摆动作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教摆动作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拍的同一种，也有可能是，也有可能广州做了十周年的衣服吧。嗯，希望是拍不一样的吧，不想再拍一次一样的了。嗯，不一样的造型，当时就是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就是也没改，直接就双马尾了。对，如果这次还是拍这个的话，就换个发型。就是广州做了 SNH 十周年的衣服。对，星梦衣橱可能做了吧。对，一般来说深鞋的衣服都是要卖的。芭蕾舞是丸子头啊。对，但是当时说的就只要不披头发就可以，然后我就没改。那天拍的有一点就是，那天主要是那些心情也是一般般。对，反正就也不想改了，就这样吧，就想着赶快下班这样的。然后就是因为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穿那个裙子，然后拍的那个 MV 还跳了一点点芭蕾舞。对，然后就弄两个两个跳的，然后当时我就跟 Liga 一起跳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队的，我们就一起跳。然后你知道 就他们就说有点像那种就是姐姐在带着妹妹的感觉，就是姐姐是那种舞蹈班里的尖子生，然后妹妹是那种被妈妈拉去学舞蹈的那种不想学舞蹈的那种小朋友，就那种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对，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同框就太夸张了，真的。对对，他真的，他就是我跟你说，丽卡超有自信的。对，比如这种动作，他就那个下巴抬得老高了，然后我在后面就这样的，不情不愿的，真的，是真的。嗯，然后要学，对，不想学。对，我老师说你快点学一起跳，然后我说老师我记不住，他说你记得住的。对，然后记是记下来，但是跳得很丑。然后老师就说你自信一点了，你要像唐人家一样很自信。我说也不，你不知道怎么说，哎，不是起床气，就是觉得，就是跳不来这种，主要是对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对，反正就这样，对。对对对，风格不同，风格不同，但是确实蛮佩服，就是，蛮佩服 Liga 的，对，他确实，我感觉就是。什么样的内容他都可以拍，就可以做得很好。对，嗯，很厉害。对，就是应该镜头不会很多，但是我就怕他放过去对比就很明显。对，公开处刑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他又很瘦。对，他很瘦，然后那个体态又很好。对，嗯，老师也这么说，老师说让我自信一点。对，我是不胖，但是我站他旁边就不要打一拳。对 OK OK， 真的真的
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看到，可能我感觉这个可能当春单发了吧。那今年是不是没有泳装单了？哎呦太可惜了，今年可能没有泳装单了呢，如果这个是春单的话。哦，这是哦，如果这个是夏单的话，啊、哦，春单，上次春单是什么？是天晴了还是什么？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去年的时候就是快过年的时候，然后对大家都回家过年了，然后姐姐发消息说，年后要去拍一个 MV。对，你可以去吗？就是会发这个消息问你。对，对，去年的时候是年前问的。对，因为去年好像本来准备去香港还是澳门拍的，然后就是要提前搞那个通行证来着。对，哦对，去年本来要去澳门，对，然后没有去厦门了嘛。哦，去年不会参加，今年哪有空参加？对，太可惜了，今年太可惜了，参加不了。对，今年大事写论文呢，大家。对呀，太可惜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问了再说，对，问了再考虑吧。对，你要不问的话那也没办法。是，去年就是那种广撒网你知道吗，我感觉他每个人都问了，真的。去年先从 TOP16 开始问，然后 TOP16 问完之后再问一些就是可能上海挑的成员，然后再问这样子。你们还没有出那个吗？还没有出那个就票务吗？我现在只知道周五晚上是三角公演。七号出。真的，我真是预测太准了，我一看八号就排练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买了七号的机票回去，一看八号要排练。从早到晚，好吓人啊！从十一点排到晚上九点。那他不同意我也得回去啊。那天就要排练元宵公演的歌了，那不回去的话还得自己学呢。对，这个票价我也真的是算了，可能我来的时候我就是那么贵的票，所以回去之后贵一点就也没差多少吧，两个。对，哪有四个是那么夸张。而且我就是很倒霉似的，我应该提前买来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回家的票应该最后应该没有那么早买，对，回家票我提前买，结果它降价了，我就想这一次，结果没有，这一次就是越到后面越贵。对，每年都赶不上便宜的时候买票。那也没有到四位数那么夸张。没有，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两三天看了一下它降价。那回家不是高峰吗？这个是怎么算的？然后买的时候还看到那个
东航出了一个什么鹏程万里，就是那种类似于随心飞的那种东西吧。对，仔细看了一下，觉得好那个呀，好坑啊。就是先不说那个，它是那种就是提前30天买票的是最便宜的吧，好像是。对啊，那谁会知道30天以后要去哪儿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最多一个星期吧，然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它就涨到了，它就涨了30天、14天，然后7天，然后3天，然后再不限时间。啊，对啊，你提前一个月买票真的太夸张了，因为我是不知道我一个月以后要干嘛的这样的。我也最多就7天嘛，对。主要是就是不知道要干嘛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回成都，看疫情吧。对，如果疫情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就要回，严重的话就网上答辩，可能不用怎么回。哦，对，还要看距离，对，反正就是不怎么。他那个随时买的居然要10000多，那个随心飞居然要10000多。然后它只有10000的那个里程，就是对的那个里程。对，你从广州飞成都就是都1000多里程了。对啊，你根本回不了本，我晕。对，这样夸张。对，很贵。放最后一首歌，提前买应该还不。我说放最后一个首歌，它就卡了。今天要不要洗头呢？好纠结。我们从望着星空聊天，到后来疯过多少彻夜，到现在已经不起熬夜。但我今天就是刘海喷了发胶，我明天还是要洗的，因为明天还要加刘海。对，那我就洗个刘海吧。没有，洗完澡就是离睡觉也还早，我已经睡到。洗个刘海吧，还是洗个刘海，我就知道我刘海是不是真的少了。我希望我洗完之后这里能恢复正常，这里两根，这里。对，我晕。什么洗到多高？就是洗这里一块。对吧？就是你不是要可以单独洗刘海吗？就是把这里打湿，然后搓泡泡，然后再吹掉，再洗掉，然后就吹干这里一块，因为这里喷了发胶，就这里。我尽量，这不洗头了吗？洗刘海就是洗头啊。对啊，后面就不洗了，后面昨天刚刚洗。对，明天再撑一天，明天再洗。明天还要就是见七大姑八大姨呢，太可怕了！我以为今年真的不用走亲戚了，结果明天亲戚全部来我们家了。真的，明天他们全部来我们家。哦，救命！我要把今晚是要把门锁好，对，我明天肯定会被吵醒。对，被吵醒都无所谓，不要明天就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在我床边看到我睡觉，还在睡觉啊，琪琪，那就可怕了，救命！想象一下，对，明天他们全在我客厅，对，全在我们家客厅，那肯定要把门锁好的，别吵我。
那必不可能。明天我要化了妆再出这个门。等等，对，我明天还要早点起来了，明天要起来吃中午饭。嗯，天，太吓人。不，我觉得不用，我肯定睡不着这么晚了，因为客厅的声音传过来很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对，没关系，明天不拍照肿一点没关系。我不会被催婚，他想啥？阿碧在我小年的时候起来吃中午饭，没有，这个中午饭是出去吃的，摆酒的那种。嗯，好了，放完了，就这样，我去洗澡、洗头、卸妆，拜拜。明天应该还会播，对，明天化妆。晚安，早点休息吧。